天气女郎好嗨，史上最短五秒天气报告。佢报过，佢都报过，连佢都做过天气先生噶，只不过应该冇人试过咁样报啦啩。就系咁样就报完天气。塞尔维亚呢间电视台喺新闻入面做埋天气报告，点知导演、主播同天气女郎沟通出咗问题。主播话轮到报天气，天气女郎竟然收唔到，仲喺度玩玩下，结果咪俾人 cut 咗个 live 咯。其实做直播虾碌嘢，香港都有唔少噶。